现在公主护腕对于白鲨来说，比较这两支队伍比较鲜明的对比吧，就感觉交火那一头扛不住了，对，比较难扛。而且现在看念旧和肖学仁的手感都不太好，感觉就是重点是什么？现在就看谁第一个杀人，对吧？对，谁把这个优势给打开，谁后续就就好感打一觉点。好打非常多。哎，看到了，送我看的人上了，First 应该是知开道这枪场都了，被看到了。那 First 应该知道了。B 仓这边是在给这个手雷，给那个窗户一跳个的眼手的雷，这个位置的手雷。刚那位置应该是有烟，我是觉得，就是刚才念旧那个，因为我看一下这个俯视地图，没看到烟，其实，对，对吧？他应该是会给这游戏里边那种雷，对，可能是游戏里的问题。对。看一下这边，小跳看人，对，看到人之后第给二时刀间去。过来的，第一时间没赶来。还是后先把对嘞，方的一个阵地战，三个人的一个防守。那上子上打了个点，哎，这边感李觉信能打。也出了，李信不错，这边十八也打掉，哎，还是有烟，还是有烟，在找，真的在是找。有烟这个视角里。那为什么李信能看到人啊？我操，好奇李信怪不啊！错的一波突破，对。虽然说有两个残血吧，但是现在应该是有烟啊，看不见就错这种啊，动作。而且还把十八，看见其实还有就点是，血，他准对，确在十八扫人，第知道四吧？更惨了，那烟里在扫念名旧给字，炸到的，小小一啊，血，这还换个头这啊？个 EP 不会给机会了，直接收掉6比5，连拿不两然他个不会是这白种动鲨，是的。作。感觉这个 B 是其实卡烟了，两次其实都有烟雾，嗯，包括刚才那一分，刚才那个窗户下，其实这个整个范围内还是有烟雾的，还是有一颗，对，应该还是有是，颗烟雾在这里，因为一直在找人嘛。就是这个应该是，潜伏着去给的这个烟雾。对。看吧，现在对于 B 点这边的防守来说，现在不打你 A，这个 B 点防守又占不到优势。换到了宝宝一个单狙的这个 B 点，要来清这个 A 大的潇潇，四个人来清，然后看到一号位在这个，要不要往 A 大回来靠，了。还是说来藏？看李信的一个大跳，